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议员邱鸿尧，在这个崭新的2017年，祝福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新的一年新年新希望，金鸡年金吉利。我们随着感恩心来辞旧岁，欢喜心迎新年，鸿尧这边祝福大家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